来看看现在什么时候？2015年的11月27号的凌晨3点半了。OK，2015年11月27号的凌晨3点半左右。基本上这一段呢，我们现在开始，现在这一段是民族药物学的第三的 Number Three 第三段。OK，好，到那边去看了呀。OK 是。基本上还是一样，不过稍微磨砂了一下，那个是应该可以调整，是这样调整 OK 吗？是 OK， 这什么东西 OK 还可以放大缩小。我看到那刚刚那是看看哦，这讲到什么？说辨识什么东西？是药用植物，在豆科 Fabus。第二行呢，蓝色字的第二行 ，Fabus 是豆科的，豆科的植物是，在豆科的植物当中呢，是辨识出有医药用途的植物，是的，它利用什么方什么技术呢？说是 DNA 的那个条码 ，DNA 条码什么东西不晓得 ，ITS2 不晓得什么东西，是好像跟中国有关系呀、啊，是不是？怎么回事？好像都是中国人呢、啊，是汉华人的名字嘛，是听告辉耀。OK， 过去啊，看看是怎么回事。说好像讲到一些生化学的东西，还有一些细胞生物学的东西，这就不是我的专业了。这些东西 ，OK， 过去。那重点来在下面那个片是这个 ，Kuzu Rouge 是哪一个东西啊？是 Traditional Ones and Potential Medicine。Medicinal benefits， 对，这是指这种植物这种根呐、啊，这种植物的根呐、啊，是用在哪里？是糖尿病跟心血管疾病呢、啊、上面，基本上这好像也是华人写的是，他好对这边有写啊 ，Kuzu Root 然后面挂号 ，Jagan 是什么东西 ？In Chinese， 中文叫做怎么发音呐、啊？Jagan， Jagan， 哎呦，我们看看推敲一下 ，is dry root， 哦，后面有写 ，Pararia 什么东西啊 ？Lobata 是什么东西 ？Semi woody 是半木本状态的植物，是多年生，是豆科植物啊，是啊，豆科的那个蔓藤类植物，是原生地是在东南亚是啊，基本上传统用在那个中药上面的是啊，我是弄 Thompson Kuzu Root，Thompson Kuzu Fagin 还是不晓得，坟根、哎、有可能坟根不晓得，看看是什么东西 ，Ozo Chinese 在那个中国制药业当中呢，是把它们提炼，把它分开来，是提炼开来。切成两种单一的，是两种单一的东西，是2005年的时候，是不是？那将近2000年呢？是两千的枯竹这种根呢，植物根，都用在那个是草药上面，是用来治疗的 fever 是热病的，发高烧或者是 acute central 是急性的肠胃炎是吧？急性肠胃不适。腹泻以及那个是 diabetes 所谓的糖尿病，还有很多其他，还有心血管疾病呢。那中文跟英文的文献呢是，我看看有关这方面的应用呢，以及那个植物化学，还有是药用的是。动力药动力药药用的动力的机制跟它的毒性啊，毒理学，以及那个量的那个是控制，所以量用药量非常重要，所以基本上是个关键的、啊，是吧？是 OK， 以及潜在的相互作用跟什么那些传统用药的相互作用，是看看 ，and being including the present use over 70。将近有70个植物生化物质呢，基本上也是被辨别出来了，在这个植物的根里面都被辨别出来了，是吧？
那其中包括那个是大豆异黄酮是 isoflavone 大豆异黄酮 triterpenoids 什么三什么之类的是 terpenoids 是吧什么东西，所以大豆异黄酮跟中间这个字啊 TI 这个字，是主要的成分呢、啊、是吧？而且很多都是生化物质名称呢、啊、，have been used in most animal and cell studies。那基本上动物的实验呢，动物实验跟那个细胞的实验呢，研究啊，提供了一个是非常有力的支撑呢、啊，什么东西？就是传统用药呢，就是在用到传统上面的这个是这个植物的根呢，作用在那个心血管呢，经。脑血管呐、啊，还有呢是内分泌系统，是吧？包括了那个是糖尿病跟它的综合症呢、啊，是吧？更进一步的研究呢，是吧？那确定了那个是非常有非常正面的作用，正面的是那个植物化学的这个它的植物化学成分呢，的确是有，大概是这一类的，OK。但是北也很肯定啊，是啊，但是一直想不到枯柱什么东西啊，苦柱根啊，不晓得是，看中文才知道什么样的东西是，好过去，这什么东西？Recent advances are para，这什么字啊？Paraguayensis 什么东西啊？Means 的意思是这种是啊。这种植物呢，那干燥的是吧？而且研磨过的叶片呢，研磨过的叶片是研磨成碎片的叶片呢，是被制造成一个是什么东西？OK，是茶饮啊，这是茶饮，这饮料之类的东西啊。它基本上是海水 genesis by large populations。OK，是在南美洲非常广大的群众，而是人数非常就是非常多的群众都会把它当做一种是啊，sui generis 这种饮料常常喝的饮料啊。基本上这个东西呢是来自于一种是什么东西啊？是 Guarani 是一种是印第安民族的部落的名称呢、啊、是。它用在社交上面，或者是一些宗教典礼上面呢，是扮演一种特别的角色，是南美洲的。OK，好，都现代的社会当中是啊，一般来讲，它的作用就好像咖啡因一样，咖啡因是 indio，虽然呢是OK，基本上可等于就是怎么讲？就跟茶跟咖啡一样，就是相对的一个位置了。OK 啊，多少在那个地方，就好像我们旧世界是对茶跟咖啡这种半依赖性的文化吧，是吧？都是 therapeutic，基本上也当做一种是有医疗的功能哦，是啊。OK，但是呢，在过去15年当中呢。是啊，显示它有那个抗氧化的一些功能啊。Survival deep protein 是脂蛋白，什么脂蛋白的这个是Invivo 是脂蛋白的研究，没错的，是而且是能够扩张血管了，是 lipid reduction 是降低血脂肪，降低脂肪，还有就是抗突变的是效果。Controversial association with，还有一个就是怎么讲，有争议性的一些联系，什么联系呢？就是跟就是是就是口腔就是口腔癌吗？不是口腔病变，是口腔食咽口腔食道的癌症啊，是啊，有相关联的是啊，我看看，而且呢是可以。抗肝糖是不是抗肝糖的是效应，以及是减重的效果是啊，这是特别的。最近呢，那是近来呢，那基本上有一种很明显的，基本上已经被肯定的一些效果，什么东西呢？
has surfaced and the literature of several developments on this area. The aim of the 我打算让他看快一点。LDL 是啊，能降低那个是不好的那个是低密度脂蛋白 LDL 是啊。低密度脂蛋白的是胆固醇，是这能降低的东西，或是是一个好像是一种是啊是那对抗一些慢性肥胖疾病的状态，是不是？看过去好多 Paragoresis 是不是？那 Goresis 那就是那个民族的名字，那 Paragoresis 那个学名用种名用那个民族的名字，是不是？好像是，大家看过去好多啊，是 OK。这个是什么东西？是哪一种植物？再看一次，那这边好像只有学名，是不是？我觉得 Grains 是这个东西啊 ，Ilex paragoresis 是啊，有可能是当地的在地植物，所以中文的话呢，它也许如果可以翻译成中文的，可以引用一些药品的一些传统的翻译方式啊，就不会有俗名啊这方面。OK。过去的是2011年7月份的，是吧？过去，再去看下面那一篇文章。OK， 这边 ，genus 什么属的植物是 OK， 是啊，其实不知道什么样的植物。那看看，哎，这好像也是类似中国人发表植物，是不是 ？Lamiaceae 是什么东西？350种是。一般 scar caps 的东西 ，scar 是骨，是头颅 ，caps 是帽，杯子。那我看看是什么东西，在欧洲非常普遍，然后美国跟东亚都很普遍。那其中某些种呢是 kid evil， 这边是，是啊，被认为传统被认为是能够驱邪的，是。瓤系的驱邪的一些这个是邪灵一样的东西吧，是传统的中医来讲 ，TCM 大家看到这个 TCM 的缩写啊 ，TCM 全写是 traditional， 就是传统的 ，C 是 Chinese 嘛 ，M 的 medicine 是啊，中药上面是，我看看，这 scar cap 那翻成中文怎么翻呢？是特别的，那将近有290种化合物啊。已经被分离出来了，但是这当中呢，也包括那个是黄酮素，daptepins， 是可以预防是肿瘤啊，是预防血管生成啊，还有这个保护肝脏啊，是抗氧化、抗痉挛呐、啊，是，我看癫痫之类的点。抗菌啊，就抗病毒等等活性的。那现在呢，那是有效性的 monomeric， 可能是单一的化合物呢，或者有效的成分呢，已经被筛选出来了。是啊，大概这样。Scutellaria 什么东西啊？没有讲太多。OK， 不错。OK， 过去这边过去，下面一个。嗨，都是学名怎么办呢？植物学专业的，药理学专业，太多专业。好，这也是 TCM， 是传统中药，是啊 ，TCM 是。我看看，我先抓几个我看得懂那个字汇，看看也许我就找一些线索。金银花是应该是金银花这个东西，我看看，这边是 Lonicera japonica， 基本上它的种名是用日本的 Lonicera， 那基本上 Sera 是枝状物，角一样的枝状物，就是上面长角的枝状物，那大家只知道它是可以这样分析呢。好，那到中文后面下面有讲，好，金银花吧，是吧？这边第三行。前面写金银花没有问题，应该是金银花，是中文叫做金银花。我看看了忍冬是不是？忍冬金银花忍冬，那日本叫做 honeysuckle， 日本甜萨，日本 honeysuckle。OK， 这个是英文俗名的，是。一般它用在治疗什么东西？
是 why 啊？什么？是病因什么东西？wind hit，OK，、okay, 是伤风在的东西，是 wind hit 怎么样？就是风热，就是风热。还就是就什么？衰弱的疾病啊，衰弱的疾病 epidemic，还有酸痛啊，carbuncle 是什么东西？忘记了，some，还有某些的是感染疾病，这基本上是传统中医的用法。啊，同时呢，这种植物呢，也被用作是健康食品嘛，就还有是美容的，以及那个是是啊，就是后院的那个是装饰的，就是庭园植物了，是庭园观赏植物等等的很多。啊，比如说这篇文章呢，是说是研究它的是生物的活性呢，药理学以及它的是植物化学，OK，过去。哦，这后面讲的就是我们前面讲过的东西啊。好，这边就过去了。OK，计银花的部分就过去了。说冷冬是不是？忍冬就忍耐冬天的忍冬。OK，过去后是这一篇，什么是？就是还一个比对，一个做实验，这不容易啊，是。那传统的用药，但是传统已经过去，但是留下了祖先留下的智慧，重新用现代科学方法来检验。那其实中医或不同就是地方性的是文化医药，也可以带入全世界的脉络跟体系当中，造福全人类。OK 啊，什么东西？是 Kakilo 是什么东西？是2011年10月份的，是不晓得什么东西。是东安纳托利亚，是土耳其东部的，是过去，好，谢谢下载。Aquatic 是水化提炼，是指那个木瓜叶子啊，展示了一种就是可以抗肿瘤的活性，以及是一些是免疫调节机制，可以的，有这两方面可以是这什么东西？是木瓜是不是？木瓜的水萃取物啊，是吧？好，过去看看。过去，我好长。那这个东西呢是什么东西？Hypericum 什么东西？是，我很想看了啊。In vivo heating potential，我看看这什么东西？我看一下，好像有点眼熟，是什么东西？我看看 Hypericum，加上它土耳其，我看看怎么回事。好，来过去啊，过去。过了很久了吧？好，这东西是抗发炎的，是 phenolic，酚呐，酚是一个酉字旁，右边再一个分离的分，酚化合物是什么东西？是 porphyra，porphyra 这个字是紫色的意思啊，porphyra 上面是上面第一行最后一个是 porphyra，dentata 是牙齿，可能它的植物跟牙齿那个锯齿状有关系，可能它叶子或什么这样的。部分更是，然后看一看是什么东西，是抗发炎的，是特性的什么东西？看，a red edible seed，他说一种红色可食用的海草啊，就是咋，就是类似昆布一样的东西，海草之类的东西。我看看，是传统用药，这民俗治疗可以，治疗一些发炎的疾病，比如说，是过敏呐、啊，是淋巴腺啊什么，lymphadenitis 是不是？然后那个是气管炎呐、啊、等等的，这是哪里？看这是哪里？哪里就没有讲哪里呀？nitrite，吼吼，是非常的庞，资料非常庞大了，是吧？过去这东西呢，是啊。可能我们找错网站，因为这是研究生化物质的，是我们看一些
是大概大家耳熟能比较熟的那个是，不同名物吧，OK，是文化背景跟人文的面貌，就是看这些化学的一些研究，OK 啊，是啊，这都是那么多的事啊。第二个叫什么？Octopus，这个科呢有50种啊。是常绿植物跟落叶植，落叶树，常绿树跟叶落叶树。那经济上呢？经济上来讲啊，这个属呢，就是被认为非常重要的，是当做一种食用的是果类，水果类。而且呢，它能够提供很好的柚木，是它的木材也非常好用，而且呢，广泛使用在民俗治疗上面。这什么东西？Artocarpus 的东西，carpal 就后面 carpus 是水果没问题，arto 什么东西，是都很熟。但是它有，如果它附一些俗名的话，也许那小时候本身比较容易掌握。是的，都是是，我看很多是。好啦，这个要不告一段落，这方式。也许我们找别的。哎，海 pelican，我好想到是什么叫做什么车前草吗？是抗菌的活性，是车前草吗？不晓得，这哪里呀、啊？这基本上这种植物是多年生的草本植物。哦，是 Saint John's Wort 的，OK，这边都知道，这叫什么啊？Saint John's Wort 那个抗忧郁，这中文怎么翻呢、啊、？Saint John's Me 哎，Me，那叫什么去了？神经说这一般是从民俗用药一直晋级到那个是一般全世界西方主流医药是非常重要的，跟抗御方面。叫神经说要怎么翻中文？我一时忘记。神经说，是啊，怎么回事？我想看啊，是忘记它中文名字。中国人传统很久以前就是这样的名字，而且这东西就是最近的几十年来就是全世界非常知名哦，是哦，Saint John's Wort 是圣约翰的草，看 Saint John's Wort 是 Saint John's Wort 是，看看有没有遗迹可以找到一些线索，革兰氏阳性反应，我看革兰氏阴性反应菌啊。整中枢好，我试看看，我就查一个整中枢的，是当做是 ST 整，ZOHN 整中枢 ORT 是当个结尾好了，看中文的，看中文，中文。是你中中看它什么意思？是忘记了，开始是金丝啊、哦，想起来金丝桃是金丝桃，是从就是金丝桃，是哦，是在这边就是想是想起来金丝桃，这连翘是连翘，是台湾连翘的连翘，是啊，金丝桃，OK，了解了，是神经是不是是连翘？是金丝桃，OK，Very good，是。我们要看图片吗？看，好，我看图片，看图片，看 images，OK，看图片。是啊，这样子东西也是，就像这个东西，我截至10年之前为止，但是这个还是民俗治疗用药，不算是正统的医药。希望可以是这样子，看这右边这个图当中，已经当也算退去第二线了，不是不能算是最前沿，第二线呢是治疗忧郁的，是。神经素西方的话，很多东西当，对，应该还是停留在这健保食品嘛，是啊，金丝桃是吧？看看这个东西，上写什么？Mini produce extract high parish 是啊。OK，告一段落好了，告一段落，OK，告一段落，把它按掉了。告一段落了没有？告一段落了没有？